我们接的 PP 五支是 lock stick， 但是在国标舞的 lock 的这个动作产生的时候 ，lock 是锁住，可是因为它看起来有我们讲的夹脚，可是不是夹脚，脚是穿鞋子的那一部分，所以我认为不要用夹脚这个字，我们的腿的上缘轻轻的碰到，所以我的脚根本没有夹住，对不对？这样子去理解就更清楚。那当然，因为所有老师都说叫夹脚，对不对？可是我们不是夹脚，是大腿的上缘，因为我三一二这个腿经过了中间，这个腿内扣到了九十度，所以我的上面碰到才会到三。接着 right lunge。一就是我们一开始的 weight change， 一二三，这时候你的膝盖是放松，对不对？你可以有选择，但是我认为这个膝盖不要突然的直起来，你必须有轻微的弹性，不然会压你的膝盖。所以我到了二，对不起，二二三，对，三二，我做我的。身体的 side， 刚刚我看到很多同学这样子，这个叫转，不叫做摆，不要做转，要做 swing， 哎呦，然后接下去 check 那一球做移，所以我的这只脚不是移。我的这只脚是 check nature 的含义在于你的这个腿如果是向侧，向侧什么不止向侧，西班牙拉步侧，如果我是往后叫做 back pointing， back pointing， 有没有看过 slow 归归 slow slow back归归死，这个背后。Check nature 是指我的左腿轻微的向前，轻微的越过女生，让女生留在我的后面，一直开始。我在做 reverse pivot， chassis run， 一、二加三 ，outside chain。二三 ，open natural turn， 一经过向 natural turn， 但是越过女生的 center， 二三下坠落，我的腿经过内扣，做非常小的圆弧形，让女孩子是卷，弱是卷，所以是二。加，等他脚移动，我脚走 ，place 在男女中间，所以男女生的时间一定要不一样，一定要不一样。